38度高温预警热坏了，但是啊，我还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开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比较巧合拿到了这款小鹏 P7 的试驾车。这款车啊真的是从去年在广州车展上那个问世的时候就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展台上围了好多好多人，然后网上消息铺天盖地，而且你知道吗，当时它公布造型以后大家对它的反响都非常非常好。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风阻系数，当时评它这个车身因为是个轿跑车嘛，它风阻系数已经达到了0.236，所以这个在行业里边真的是可圈可点，值得一提的。那么今天我们拿到新车呢，啊，首先第一眼觉得它的造型啊，这个实车的造型真的是很惊艳，长得真的好看。我们现在绕车来看一圈这个车啊，它猛的一看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比例就是这种长轴距，然后前后都是短旋的这种造型，轿跑车身的造型。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尾部这个小溜背，也是让整车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那么你从侧后面看，是吧？同样，它的尾部，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车灯的设计，都是协调一致的。那当然，我们也来看一看它的车头，车头的部分。还是蛮惊艳的，对吧？我在网上发了照片，然后有人会跟我说这个有点像 Xpeng。那个我那个助理啊，就是他特别不喜欢电动车，但他看这个造型才说起，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Panamera。虽说 Panamera 有点夸张，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它的设计、造型、外观来讲，它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卖相，是一个这个值得一提的颜值。因为啊，它是超长续航版本，所以其实在有些配置上选择呢，它是比较克制的。比如说这个轮圈，它用的是18寸的，那这个而且是米其林的这个 Primacy 4，就是这个轮胎型号的，它的这个能耗在省能耗方面其实是有巨大的优势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呢是 Black 的这个卡钳，这个和整车这个轿跑车的身份呢是非常符合的。而且，其实即便它是一个超长的续航版，里边呢是有运动模式的。那你去提加速的时候，它的加速成绩呢虽然没有高性能版4.3那么快啊，但是它本身其实也是很快，所以这个好的一个刹车性能对它的安全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这个轮网造型，你可以看到和整个车身是非常协调的，很好看。另外啊，还有一点就是，虽然这个是18寸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车门上看到它标定了有19寸啊，甚至是20寸，而且呢就是高性能高配版本啊，已经有媒体试驾过的那种高配高性能版本呢，就是配的就是原厂就是19寸，也可能会有20寸。现在我们接着往后看一些其他的小的细节，这个嵌入式的门把手很特斯拉是不是？哎，拉开一看，这种无框式的车窗，对吧？你要一般都是这个小跑车才用这种配置的选择，而且啊，前门和后门它都用的是这种无框式的。其实我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看它车门的这个配置和造型来说，就算其实它用有框式的，也对它整体的造型是没有影响的，可能就是这个位置啊。但是它因为它是轿跑车，然后它要觉得就是小鹏设计师觉得它要拥有一个与轿跑车这个身份相匹配的一些气质，还有一些细节，所以啊。我觉得肯定这个东西的成本一定是比有框的要高的。还有一点啊，是我们刚才38度在空场上拍摄的时候，就我导演说，我说哎姐，你发现没有，这车没有那么烫，摸上去是不是这车漆有什么特殊的处理啊？我查了一下，而且我看了看，我觉得可能不是车漆，但是确实是这个车它的顶板用的是这种隔热的玻璃，然后而且它也会吸热，然后把热，但是会把热量呢这个驾驶舱隔绝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整个热量都集中在这个部分，然后反而对这个车身啊其他的部位来说就是有这种有一些些的这个好处，所以这一点来说也是它这个值得一提的一个地方。那看完外观的一些细节，我们到车里边来看一看它这个里边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同样啊，也是这种特斯拉的这种科技范儿，然后除了这个两块大屏，所有东西都集中在大屏里面，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里你打开你可以看到，只是杯架，然后这个卡槽，一些人性化的配置，然后手套箱里呢装东西，上面呢有 USB 接口，就这么简单。那而且就是它和特斯拉一样，就会带给
我这样驾驶传统车的这个用户一些困扰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启动按钮，就是它车会缺了那个仪式感，你知道吗？但是可能对于这些就是电子爱好者来说，就很快呢就会上手，然后你也很快会习惯它。然而实际上它的操作啊是更加简单的，你开门进到车里边，它是采用怀档设计，只要你挂上前进档，那你车就可以开走了。那关门也是啊，挂上 P 档，然后呢你下车关上车门，然后再按下钥匙的关门键，车呢就完全关闭的状态。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整车的这个 VI 系统，因为和当时在广州车展上这个展出的车来说，就它里边的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重新做的，都换了，而且它的这个界面啊做的让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档。那有人会吐槽，就是没有实体按键，我去按空调，我开车的时候去调菜单，然后甚至我回去做一些操作，这样会不安全。但是其实没有这样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车机反应真的还挺快，我给你试一下。你好小鹏，你说把空调调到20度。主驾给你调高到20度的。你好小鹏，咋了？我想听歌。好，一起听歌吧。你好小鹏，我想吃麦当劳。结果是第几个？第一个。好的。你好小鹏，把音乐关了。所以你看啊，它的这辆车机呢是非常非常快的用的，所以完全不存在说你找不到按钮这件事儿。那个高配版本啊，它提倡这个音乐生活的这个理念，然后我们也看到，从网上可以看到好多，就这块会有一个带音响、驾驶员专属音响的这么一个驾驶席，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有点贵，性价比也不是那么好。相对来说，这个版本的性价比就很好，而且啊，同样是音乐生活的概念，这个版本它用的也是单拿音响，它的效果怎么样呢？来，我们可以听一下，来这个。如果将美丽现实大海能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哎，你可以听到，其实对这首歌的就是它的播放啊就效果还挺好的，但是确实不是说每一首歌就是它跟原文件有关，有的歌曲它播放起来你就会觉得它的音域稍微有一点薄啊，但是哎刚才这种靡靡之音你就会觉得音色很好，所以可能这也跟本身这个音响它的特性有关系。另外呢还有一点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它音效最好的状态你知道是哪儿吗？是它自己自带的这种背景音，比如说来你看，你看我调到，我把它从标准模式调到运动模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这个巨物，就这个环绕声做的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再来换一下，你知道它做的很细致，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在不同的模式会给你配就是不同感觉的音乐。我们再来试一下运动，你就会有那种很动感很浑厚的感觉，精心的就是小清新这个感觉。所以同样也正好说到这里，我们给大家看，就是它的这套车机系统，包括它的 VI， 然后甚至它的声效的这种匹配，就是做的非常非常精细的，这点是我特别喜欢的。哎，正好啊，我们可以来看看它还有什么样一功能。它这里边可以选氛围灯，氛围灯有这几种颜色可以选。对，你可以看到这里啊，那个它会有变化。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自动驾驶级别，那有人说它不如 Model 3，说实在的我不觉得 Model 3的那个所谓的 L3 级别的有多好使。那我其实是更会看重就是它在实际路况上一个使用的情况，一个它的安全的情况。那目前来说呢，就是盲区安全辅助，这个侧门开门预警，你看就是可能会你开门的时候后边会有车你看不到，然后车道偏离，然后后方来车预警，就是目前来说这几项呢都是比较实用的。关于它的这个自动泊车和超级自动泊车啊，刚才小朋友跟我说可能7月份的时候它会通过软件升级的时候把这个功能来完善，到时候呢我们再有机会的话再给大家来演示。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驾驶，就是这是它驾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它的续航里程、单次续航里程，然后胎压的显示，基本情况都会在这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整车带给你的质感，就是你像方向盘，然后就是包括仪表盘，这个就是你的扶手箱，然后包括座椅这些皮质的方面，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拿它和市面上卖的最常见的那些20多万的车相比，比如说凯美瑞啊、雅阁，就
我觉得它在这些部分上是不输他们的，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精致在里边。还坐在后座，你知道吗？就是车顶这种天窗的那种感觉和 Model 3呢，是其实真的是有点像。但是啊，不得不说它比 Model 3的后排要舒服很多。那首先是空间，你可以看到前排是我刚才驾驶的坐姿，那现在我腿部空间是很充裕的。我虽然不算高大威猛，但是168也还好了。那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座椅，那个当初我们试驾 Model 3的时候就觉得它后排座椅真的挺简配的，有点小板凳坐姿，就又薄然后又短。哎，但是你看这个Xpeng P7，他就知道中文其实对后排是雅座，你知道吗？是家里人比较有地位，这个长辈才坐在后座上，所以他们会把后座呢坐到很舒服，然后同样的跟就是比驾驶席呢有这个同样的这个待遇。另外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这个Xpeng P7它这个整车的车长呢是将近五米，就基本上4880这个样子。那你去查一下，它和凯美瑞和雅阁就是这个最热卖的 B 级车长度差不多，但是它的Xpeng P7的轴距呢是达到了几乎是三米，就是2980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前面没有发动机啊，那些传动的压力它是电的嘛，所以它就在整个空间就是里边打造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布局上呢，本身就有先天性的这些优势。哎，现在呢，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款车它驾驶的一个感受。现在我们就是其实是在园区里边正常的这种驾驶，今天的园区里没有人，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车它真的是电的车，它的静谧性啊天生的好。而且呢，其实我觉得 P7 这款车它在调教上呢，其实包括就是轮胎悬架的一些反馈啊，都很像这个一些就是做的比较好的 B 级车给你的这个反馈。那它的舒适性是路感啊什么的很清晰，然后呢也让你感觉到驾驶到很舒适。另外啊，确实是这个电的车它有先天的性的优势在 NVH 方面，所以车里面的安全性静谧性非常好。另外啊，这个静谧性好它并不完全说只是因为它是电的，它没有发动机没有轰鸣，你坐在车窗里边其实你可以看到外面有人在拍照啊，或者是有人刚才在我们周边说话，你觉得它把这些声音也隔绝掉了。实际上它车体的密封性包括它的玻璃的这种隔音性也是很好的。另外刚才我也在那个我们的停车场控场上呢，去转圈圈，然后去假装模拟一下兹卡纳，就是看看它的这个极限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车架车底盘实际上它的极限是很高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呢毕竟是奔着这个超低能耗长续航去的一个版本，它的轮胎呢选用的是米其林的那个这个低能耗胎，所以到它极限的时候你会听到响胎，然后轮胎滋滋滋就发出声音，就知道哦差不多了，不能再踩了。但是实际上本身这个车它的性能它的底子你可以感觉到非常非常好，所以希望能有机会啊，我们到时候能够去赛道上，然后去试驾一下它的高性能版本，看看它的极限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运动性和动力输出，我们来试一脚它的这个大脚油门，看看它这个0-100加速的感觉啊是什么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提速过程是非常迅猛的啊，除了头段可能是因为车重量的问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你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跟它重量的这种对抗提升，然后之后它就放飞了，然后一下觉得哇还有点眩晕啊。所以对于一台电的车，而且还是一台轿跑的，这个提倡轿跑提倡性能的电的车，这些呢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它最好的那个版本就是加速呢能达到4点多秒，那我们这个版本呢，它的这个官方标定了它0-100呢是6点多秒。好，基本上它的这个一些大体的情况呢都给大家介绍完了，最后我们再去充电桩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它充电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找一个国家电网的充电桩，这边呢是快充。来，刚刚我们在国家电网充电桩给它充上了快充，来你可以看一下屏幕显示啊，现在我们比一半多一点啊，就是还剩371续航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电枪它是120安的这种，那它充满呢现在显示是需要1小时5分钟。现在官方给的数据就是说它那种快充啊可能是超快充，那从0%到80%呢可能40分钟就够了，因为都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电量的后20%充满是比较难的。那所以看你日常来使用怎么来分配了。那
这个车啊，这个小鹏 P7， 它左边呢是它的慢充，慢充的话大概六七个小时可能可以充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满的一个状态。最近肯定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资本市场寒冬，那很多的新势力造车现在声浪慢慢下去了，那目前来说可以继续推出产品，然后呢并且还有这个成长势头的企业呢可能并不算多了，那能够在这个时候推出一款拿得出手，然后能够看到这个企业实力，然后和它对产品有更好理解的这个车型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对小鹏这个企业啊，它后劲呢是有很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的。那小鹏 P7 它的竞争对手会是谁呢？哎，啊，另外几天啊，过几天就要上市的一个呼声也很高的一辆轿跑车，比亚迪的汉。那到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看看把小鹏 P7、比亚迪汉，然后还有大家就是非常热议的 Model 3，看看能不能放在一起，再给大家做一期节目。到时候呢，你就能够分出优劣。